呢个就是我爸爸啦。为了见到爸爸，我决定开始冒险旅程。爸爸，我嚟找你啦。找爸爸真的很难啊，因为爸爸要夜晚上班，所以整晚都会见不到他。到他放工的时候，我已经起了身回了学了。爸爸整天上班都没时间陪我，我真的很想跟爸爸打木球。阿仔，我们今天要打个全垒打。爸爸，我真的想你有多些时间陪我。